懂电脑不懂行销，只能当个工程师；懂行销不懂电脑，绑手绑脚，武功尽失。除了 Google、脸书、Apple 之类的大企业之外，这些工程师他们的年薪都很高，但是一般中小企业在台湾的工程师薪资大概3到5万就到了天花板，你要买房啊、养车都是很大的负担。但是如果你懂电脑又懂行销，那你就成了数位行销的抢手人才哦。你可以不用出门，就自己去创造产品，譬如说架设网站的技术啊，开发 APP 啊，不用跟人家去选品、进货、囤货、备库存、去销价竞争，这些事情呢都会与你无关，因为呢你创造的产品自己去定价，发挥想象力和独特的创意。那你懂得数位行销，去做网页、买广告、曝光自己的网站，去触及千万人，你再也不用去喝酒、谈生意、换名片、拔诺，一堆花费大量时间的社交，通通都不用。透过电脑技术去抓出精准的潜在客户，让客户自动来找你下单。同时呢，拥有电脑和行销能力的人才啊，就是你跨领域的人才。就算没有团队，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也能够创造千万财富。点击头像下方的连结，快来学习吧。